昨天 K 的藏在那个床里面的。床里面，我不知道他藏什么哎。我知道瑜伽垫。你们有两队，他们有两队计时啊，加总就成绩了，一分。来，任轩哦。云溪昨天在那个榴莲，不是我们在打篮球的时候，我们从一个东西拿出黑黑的，然后你们拉队很需要，然后会为了想要那个放在那个脚穿的东西鞋垫，然后他增高鞋垫，对，哦，厉害，欢迎。我们去山上的时候很喜欢住一种房子，山屋小木屋，对。有一韩国最喜欢吃什么东西？热泡菜，泡菜。它是有一种那个很像军人的。军人部队锅。对，哇，很凉哎。一个老外都不敢吃的食物。臭豆腐。我们昨天本来说要，你都不知道哎，就是说你就是说有一个人开飞机，不是他是在做工的。对，然后他是在外面，工头，很像那个变形金刚，然后前面是个勺子，快手，他是在干嘛？推土机。啊？推。他是类似的，他是要去进行一个推高机、拉扯机。对，我厉害，很会形容，而且都踩过。那个就是你很累的时候，你就很想要去按摩，对，脚底按摩。那个叫做按摩机按摩器啊，那个坐下去，你坐，你现在坐很好，坐一个椅子，对啊，椅，对，按摩椅，对。宪哥脚上一直都没有弄掉的是什么东西？指甲油。啊，对。小时候最喜欢去一个地方，有云霄飞车，然后游乐园。你睡觉的时候，然后太阳很大，你需要把东西关起来是什么东西？太阳很大，把东西关起来。对，关起来在家吗？遮光的。太阳眼镜。遮光的，在门旁边，它会什么东西会从阳光透进来是什么东西？窗帘。对，哦，厉害。这什么啊？哇，他很吵，对。嘈杂声音，另外一种音就是很吵。哦，OK，音不行，白噪音，白噪音。你讲到音了，我可以讲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等我们画画，就画一个你自己出的题目。水豚。啊，有默契。厉害耶！有默契的，是有默契的。3分15秒。可以。好，黑队请准备。可以。黑队请准备。可以，算还可以。准备好了，是。哦，我们题目都随机的，大家都公平的哈。来，对。Aaron。会吃的一种，然后会需要以前上学的时候会带的。上学铅笔盒。会带，可以吃的。对，然后会就是装起来的那个。便当盒。来，答对。就是小朋友常容易，如果不刷什么东西会怎么样？不刷牙会蛀牙，对，蛀牙，对啊，就是昨天 K 的藏在那个床里面的，床里面我不知道他藏什么哎，我知道瑜伽垫，来，交通工具，然后飞机、火车，一个要在那边等的，公车，计程车，对，在那边等，然后它是一个亭子，一个亭子，公车站，对，那个像现在外面我们出去下着雨会穿什么？雨衣，雨伞，在脚上，雨鞋，哇，这个东西在国外，然后它歪歪的，在国外地区，谁大？对，也是在脚上的，然后。运动鞋、球鞋、高跟鞋，哎，厉害，简单。这个是洗澡的时候男生会用，男生会用，对，一块东西，肥皂，对，
宪哥在小巨蛋开演唱会。哇！哦，这个就是小董是谁？小董是制作人。已经喊过了，完了，没了。